一年之后，林允再度合影张柏芝，还称赞对方是女神。不过同框始终会有颜值差距的，照片中张柏芝妆容精致，皮肤白皙紧致，头发利落的拢在脑后，简直美翻了。林允对镜头歪头甜笑，露出迷人的小酒窝，尽显俏皮可爱。两大仙女郎罕见合影，画面太美太养眼。已经37岁的张柏芝保养得当，肌肤仅是白皙，一点岁月的痕迹也没有，少女感十足，说她是18也不为过。和相差16岁的林允同框镜毫无违和感，看看网友的留言，两个女神都超级美啊，画面太美了，哇哇哇，脸都超级小，太美了，竟然毫无违和感啊，都是我的女神。林允在一年前拍摄电视剧《斗破苍穹》之时，曾经和张柏芝在片场相遇，随后作为小粉丝的林允还特地和偶像张柏芝合影了，随后被媒体报道，引起了网友热议，因为林允和张柏芝都同属仙女郎。